谂定后着。当年我哋嘅社团其中一项工作，就系替啲有财有势嘅人清理苏州市，杀人、强奸、贿赂等等。今时呢班人大部分已经飞黄腾达，但系佢哋估唔到，我同你爷将每一件帮佢哋做嘅事都记低，保留证据。哦。 原来嗰四块玉牌嘅秘密就系呢本簿。前两日我勒索咗个富豪，我所得到嘅钱唔单止可以买保龄球场，连起个大球场都可以。呢本簿系我阿爷留俾长兴，你冇资格用。冇资格嗰个系你阿爷。你以为魏长兴真系好叻啊？ 你同嗰一黑一白呢个计划系我谂出嚟噶，所有嘢系我教佢噶。佢用晒我嘅桥赚最多嘅钱，结果将我踢出去，踢我新西兰中薯仔煎羊毛。你爷争我啲嘢，你代佢还。跪低，跪低，认错。做咩唔跪啊？谂咩啫？跪得嚟。 你做咗咁多衰嘢，害死过咁多人。如果我将你身份公开，你有冇计过有几多人会追杀你咧？咪住，认错咯。 我记得我阿爷话过，一个人最痛苦嘅就系以为自己胜利在望，点知原来已经输咗。你阿爷契弟噶，你连契弟说话都相信？有冇发过个手机上唔到网？喺你头先侮辱我阿爷嘅时候，我已经搵人用大数据录起晒呢度所有电话号码。 仲block埋佢哋，咁啊点啫？要公开你嘅身份仲有大把方法。你个方法都系等救兵啫，唔使等啊！啲救兵唔会嚟。我要救兵嚟做乜啫？我近卫军全部喺晒身边，唔好谂住带我游花园啊！想扭转个败局啊？冇可能。 呢几个人咬住唔放，帮我解决佢。而家出边黑白两道都刮紧你哋。要打破呢个僵局，我净系谂到一个人。我唔会俾你得逞，艾德。喂，呢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丁少佳系边嘅人，我死咗嘅话，你啲仔都见佢唔到。